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对标国际经贸规则，着眼于制度型开放，是一项全面、平衡和高水平的协定。我们说中欧投资协定是一个全面的协定，是因为协定所涉及的领域超越了传统的双边投资协定的范畴。谈判的成果涵盖了市场准入承诺、公平竞争规则、可持续发展议题以及争端解决。